俗话说啊，八月瓜九月炸。看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深山老林里面找了一个这个八月瓜，但是这个已经掉了，已经炸开了，里面没有果肉了，可惜了，来晚了一步。哇，这一个里面的果肉还在里头，它摘下来，太肥实了。哇，这个我还不好掰啊。哇，看一下，哇，这有一个。哦，哇，还是来晚了一步，这个被小鸟给吃掉了。哇，看一下这一个长得非常漂亮，这么大一个。这两个好大。哇，这一串太爽了，来尝一下这个味道。哇哇，太甜啊。